深口意，令孩子的成长之路有佛有菩萨有善知识，常相左右，处处关照。请收看《智慧菩提》。伽玛巴玉露，伽玛巴玉露五，具格上师必须深广地了解佛法，还必须要有能力教导他人。指上师，应当具备弟子对上师之三种信心：信任的信心、鼓舞的信心、渴求的信心。大悲心就是前愿一切众生皆能离一切苦及苦因。要即刻得到大手印之了悟是不大可能的，而是要透过我们虔诚的信心及依止心和非常精进的修持，最后才能得到大手印成就。修持佛法是为了对治自心五毒烦恼，增长慈悲心及菩提心。最重要且最好之方法是修忍辱。Thank you.
除障碍最快最有效之方法，就是去了知障碍的本质。法并非仅止于听闻就行了，而是要将法融入于心，要以心相契。真正的修持是要帮助我们去除五毒烦恼。要将佛法融入生活，让佛法不断地去调伏我们的身心。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不变的追求，那就是追求快乐与幸福。心是感受苦乐的基础。心的苦乐与觉受主宰着我们，是一切苦乐的根源。
心是一切的根本，一切境相皆由心的造作而产生。我们不应沉溺在自身的痛苦中，要时常思维别人所受的苦。他人也如同我们一样，不想有各种痛苦。真正的悲心，乃是愿众生离苦及苦因。不论我们是在职场还是专事修行，利益他人的心态是十分重要的。改变我们自己，不再伤害他人，同时发展利他的愿望。菩提心是愿一切众生皆能离苦，并帮助他们达到无上正觉，证得佛果。我们的身体是无常的，
所以痛苦无可避免地会经由此生而来。我们修持利他之路走了多远，利益及善果就有多长远。对现今社会以及世界，我觉得慈悲的升起最为重要。修持观音法门，能给予我们至上的妙宝。要将慈悲运用于众生，以慈悲成熟众生，如实地利益一切。人们的态度虽千差万别，但与生俱来的本性当中，会发现都有慈悲的种子与苗芽。不管善恶念如何交替升起，但从根本上，人人都本具慈悲，都有慈悲的种子。
生儿育女是身为女性的天职。对于小玉，我并非一个称职的母亲，除了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我没什么能为她做的，就连奶水也没办法亲自喂她。我常在想，她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我每天辛勤的工作，相信有一天能见到她。我一直疑惑着，没能产奶的姐妹逐渐离去，是不是都和自己的女儿见面了呢？这天我被扣上了项圈，戴住了羊圈，大师傅带我穿越了许多尸骨，这些尸骨在我眼中似曾相似，我觉得十分害怕，脚步停了下来，眼前的小身影使我雀跃，原来天伦之乐是这么简单，这么的幸福。我今灌木诸如来，净智庄严功德海，五浊众生离尘垢，同证如来净法身。玉佛又称为灌佛，相传佛陀降生后，天降香水为佛沐浴，为了纪念教主释迦摩尼世尊诞生，佛寺会于每年农历的四月初八日举行庆祝佛诞法会。象征吉祥有一尊佛叫悉达多太子，他来世间修行成就佛道，所以他一出生的时候，然后呢，他就会走路走七步，然后因为这个因缘，他来世间诞生就是要来加持所有众生，也能够得到法的加持，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呢，很多的龙，九条龙来帮他洗身。那洗身有代表一个法意，就是说可以净化我们的外在的深层跟内心的尘垢，所以把这个身跟外内心跟外在的深层五浊二世所染着的这些不好的都可以消除掉。那唯一就是要成就佛道，所以这个就是表法，那让所有人跟着他的脚步啊，因为他一手举天，一手举地，会希望所有人可以跟他一样成就佛道。你跟我是平等的啊，没有人谁高谁低，这个意思。在法会中，会以香花、梅草粉饰花亭，在亭中放置一个诞生佛像，并备有香汤、水、干茶及五色水等，供信徒灌洗世尊。故名为玉佛法会。为了庆祝佛诞，特别请来中华花艺协会李凤月老师为玉佛坛城进行布置与设计。佛教插花源自魏晋南北朝就开始，我的理念是以
宋代竹林七贤的曲水流觞所设计。我用这个枯木代表的山，白石子代表的流水，流水即发水，借由发水来洗涤众生的贪嗔痴，让众生恢复自心本性。佛教徒都习惯在佛诞日沐浴佛陀的色身悉达多太子，但鲜少人知晓这是为了什么。到浴佛节来浴佛的目的啊，可以具足十五种功德。因为在浴佛经里面讲说，当有人浴佛的时候，他就可以什么，可以降服魔君啊，不能扰乱。因为世间有很多魔啊，尤其我们自己的烦恼魔啊、死魔，然后呢五欲魔的干扰。所以当你啊开始浴佛的时候，就是开始往内进化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功德。浴佛的时候，要表示你已经找回自己的佛性了，你可以得到五种法身，法身就是智慧。然后在末法的时候，又可以亲近正法，然后呢又可以得到什么天人的加持，然后出生在富贵人家啊大姓人家里面，所以有种种的十五种功德。那浴佛的时候要特别强调说，当你浴佛的时候，要灌顶这个悉达多袋子，然后啊要取他的手上的这个甘露，用甘露来灌自己的所谓的顶门，把自己的身心都净化了，身口意都净化了，然后啊这样得到清净灌顶。那相对的，在浴佛的时候你要念诵浴佛偈我们也会写的：我今灌沐诸如来，净智庄严功德海，五浊恶世离尘垢，同证如来净法身。还有一个咒，嗡地藏地藏深切受吼，我们都会念这个咒，然后来加持我们，把我们的外在的尘垢、内心的染污全部都扫尽。浴佛的时候要一直说意念母亲的伟大，因为佛恩的伟大，做很多的善法，融入这场浴佛的功德，所以持咒、念佛、诵经、放生或是造世间的善业来感恩我们今天的佛恩的加持。愿世间驱除贪欲、嗔恨、愚痴的污垢，让自身行、语言、心意都能保持洁净，借着浴佛的功德，净化自己的烦恼尘垢，美化我们的社会国土，转五浊恶世为清净的净土，到撷取人心为良善不停。